玩了一段时间的猫鼠后，本大嘴的熟练度提高了不少。你看这个猫 S 级的皮肤，我不进去看都不知道它是个什么猫。老大，是牛猫。我最讨厌牛猫了。老样子，机器鼠拿经验蛋糕和药水，我躲着。Later. OK， 这次餐厅开局，然后搬奶酪吧。因为老大是个下饭主播，所以最喜欢搬奶酪了。我躲，就你皮呀、啊！哎，搬第二个喽。猫来了！啊 ，no！ 救人去！解剖你！我再搬奶了。第三个完成。第四个，第五个。你真是个奶酪王，你砸墙了。Nice。哟，有隐身药水，哎，不错。冲呀！我最讨厌这个紫色药水了，左右不分了。我打水果机枪，哦嘟啦！我嘟嘟嘟！这个牛仔猫连一个老鼠都没淘汰呀、啊。